你们会讲母语吗？一句话，阿嘞，三次，阿嘞阿嘞阿嘞。觉得蛮感谢，就是说，因为你们乐团，其实我的小孩子已经开始讲母语，不要说我的小孩子，连我自己，我们整个家，他家里的妹妹很运气很好，生在你们有在唱歌的这个年代，才有机会，或者是才有那个动力去开始讲母语。下一代的很少人会去听。会听的只有我们这些七字头，就是都不知道，不会讲也不会唱的，对，就是用我们用流行音乐，改流行音乐让他们去听，很好听啊！他的由来是什么？才会去听。哦，原来你的原住民的东西这么好听。母语是我们比较擅长，
上场的，所以就是要做这个音乐，我台湾一定要出啊，在台湾一定要做，希望说有一天在台湾母语可以当得流行，我这是我希望，因为每次我上看了金曲奖，母语是算是非主流，对，是排在一边的，然后主流是国语，反而台语比母语还要高一点。